林书豪都嚟过啊？唔犀利咩？系喎，应该系佢。呢间嘢好多好评噶喎，啲人话佢系喺佛山嗰度，佢系川菜嘅天花板喎。有啲话要预约，但我打唔通个电话，真系冇人知噶。咁我哋过去喺嗰度，佢自己出发噶啦。好啊，好过去啦，嗱声过去先。开就开咗门嘅，冇人啦。冇人未够钟啫。一个人一脚踢噶，佢系话。真系。诶，咁啱有人。打你电话打不没人接，我就一直想预约。哦，我的电话那个不是。有个谢，然后。谢要多少钱？我打电话叫他输了。哎，现在还没有啊？不是真心。不是啊，全部是现杀的田鸡。啊，毛血旺。毛血旺，哎呦，我刚。那就唔使叫虾咯，反正一样味。边个痛风啊？我帮你追一下啊。龙虾冇事嘅。大只嗰啲唔系少嗰啲。仲有冇咩？寿司包菜。屌，你啲翻屋企食啦！一个人，我都不做水台了。哦，他们跟我合作开的。真是一个人啊，没关系哦。是真的，我现在住了一年了，一个人。来，开水在哪里？我来冲茶。啊，就可以两个，然后我叫那个杀田鸡的给我杀一份田鸡。所以平常都是预约的比较多。啊，都是预约熟客的，在新客都是预约的，从没有那个的。可是你没有放你的电话上去那些点评上面。是他的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改，原来是侄子，我想给他们做，哦，他们就跑回去了，他们不做了，他说挣不到钱在这里。系啊，喺度食观众啊，你哋我老公，一见到你哋认得啦。哦，好好食。系啊，因为吓觉得用料新鲜咯，所以就。但系佢好惨嘅一个人做。啊，系啊。之前唔系。所以我好惊阿姨做下做下唔做嘅嘛。呢度系有咩好食啊？我哋就中意食佢嘅田鸡同埋毛血旺，我哋就觉得系好似喺其他地方食唔到咯。佢主要系新鲜咯呢条，因为而家好似好多地方食嗰啲毛血旺啊，嗰啲都用料都唔系咁。所以基本上我哋一切毛血旺就喺呢度。咁阿姨咧，你想乜嘢，佢都帮你调到。不要打搅我，我快一点做，等得及。他们都先进来忙，先做他们的。佢成立1995年，有啲历史啊，睇下，武林秘笈啊，几系似我哋以前读书嗰本咁嘅课本。你咧咩成绩差到閪咁，本书又旧到鬼咁。啊，饭有了啊。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你告诉我，我也是厨师来的。我很快的，他们的厨房我们结了住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有送去做了。不阻你普通话怎么说，不阻你咯。那我不打扰你了。我对老板，帮我把这个冲一下嘛，拿去吧。不辛苦啊，变得世间财啊。两只都是蟹公。好，打你。不知道他想不想我炒呢？来喽！好，就放在那里。好，葱花要不要？他说我很醒目。是不是这里？哦，还有香菜。一起来，香菜，我回来。好耶啊！哎，真正喺度，唔俾我哋坐埋嚟一齐食先，试下佢两兜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谢谢。有咩？哎，真的有翻啊！想翻啊！煮翻啦，就我先。哇，好啊，师傅，佢预订咗，佢就备好一份喺度。系啊，我哋啱啱点，佢先再备。就是平常你一个人做就能应付的啦，也足够了。我就朋友圈说他们下次来。啊。我们四川做很辣的哦，是吧？哦，没有，我们成都菜，哦，成都没有很辣的。看你吃一般辣哈。太辣了，肚子不舒服。然后只剩下我们的，不用很辛苦。那你们大家让你们早一点吃吧。好。然后快起来，慢慢吃。真的等着好耐。先搞田鸡先。好食，新鮮啫。我見好多嗰啲比較連鎖嗰啲店，成日用嗰啲急凍牛蛙，一食落去黴黴毒毒咁樣。呢啲一叫喺市場即刻劏鋪送過嚟。啊，佢又真係好鬼醒啊！姨將個水台放咗喺市場。喂，呢種辣我接受得到喎，唔會話一入口就封咗喉嗰啲。呢個係我食過咁多川菜裏面最樸素嘅香辣系列。咩叫樸素呢？香辣蟹、香辣蝦。香辣田雞呢三樣真係行喺行頭噶嘛？
通常會上好厚粉炸，炸到佢好乾。係。點解咧？因為都係嗰句，啲嘢唔新鮮，要遮醜。佢呢個唔係啊，呢啲點舊舊田雞，全部冇上粉嘅喎。最實在嘅做法就係呢種香辣嘅做法。但係呢啲蟹$98又唔係貴喎，起碼實肉啦，新鮮啦。聽下鹹淡水，食落有陣氨水味啊！你唔好食，你食落係甜嘅、香嘅，有蟹味就啱啦。一蒜一蒜，真唔霸道。外面有汁嗰啲位係好味，中間冇汁呢啲位係甜嘅蟹肉。佢話呢度人流本身少，加上佢又冇點宣傳，佢話佢話我哋琴日嚟好啦，琴日都冇客食。點解咧？唔知啊，佢話呢度人流少就係、是，即係今日有一張台，佢已經唔想做第二張啦。第二張我哋兩張台，頭先佢仲要踢曬腳。我話你今日好多人嚟咩？佢話兩張台啦。哇，咁你唔使咁忙啊！頭先喺度剪配料，剪到剪刀就咁撬開，跟住係咁切切切切，好忙啊佢。莴笋好食呢個，甜啊！佢仲專登問我哋啊，要爽口啲定要腍啲？幾專業？嗯，好味，好難飲。真的不是很辣，不是大鹹大辣的，是就是一種點綴的，又沒有油，即會越吃越想吃嘛、嗯、如果一下子辣到你跳舞封了喉，你不會夾第二塊、啊、我也覺得那些蓋上其他味道辣到、啊、好吃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吃到連手指都吃了其實最好笑的吃這些這樣的田雞、嗯、我永遠都分不清楚哪粒是蒜頭，哪粒是他的腳，我也是有時候一見到那粒是肉來的，一看蒜頭來的，以為是皮肉是吧？是啊是啊，不是有粒肉好像的，佢浸咗汁啲仲香。喂，我哋好少話去到一間餐廳食到四條友都係咦唔喎，係啊，係嘛？係四個都認為好食喎呢樣嘢。呢個係好食嘅，我呢個我都可以講話呢兩個禮拜食過最好食嘅餐廳。係啊，好香啊！但係，冇要講呢兩鵝腸喎。喂，哇，有呢啲粉，呢啲粉又好食啊！呢啲粉係攞嚟送飯好食，嗰下第四攞粉嚟送飯㗎。好索味啊，因為佢呢個酥肉，哇，好香啊，端住啲餐盤，巴適得很，巴適得很，你又忍唔住啊？呢個唔怕多啲汁喎，送飯一流。金針菇索曬先好食啊，我係送飯，好開胃啊！呢個好食啊！有啲配角，有啲料嘅味喺度，好香，但系佢又冇嗰種，又唔辣喎，佢麻入去又好麻嘅喎，藥引嘅。如果佢問我哋好唔好食咧，我哋只可以講麻麻地啊嘛，麻麻地，因為佢係麻辣啊嘛，唔係話唔好食嗰種麻麻地，佢係好食嘅。幾點關門？我看情況的，有時候沒什麼人，我8點就結束了。哦。有時候有人的話，我就他們吃到幾點鐘都可以結束。哦，麻辣牛肉，这原来凉菜嚟。我的刀工不好，切东西切的不好，一着急了就乱切。刀工好的那叫兰州拉面，那种烘菇才好的。鲍鱼鳝翼，比纸还薄，比人情还薄啊！人情都纸咁薄噶啦，你啦，你都仲薄过人情。我你今天晚刀工别那么好啊！没切得太好了，切不然我们吃不到好东西。好满足嘅一餐，好食。我做服装做了20多年，我在深圳东门，我为什么有个英文名字呢？我在合资公司做白领做了10年，然后我自己在东门开店，在芦湖那边开个小工厂加工。我老公一个人在那边开店。我儿子又不愿意在深圳读书了，他要回老家，我一个人在那边也不行，所以说我才过来。我是中途做菜的，师傅把我逼上梁，把我逼上梁山的。我师傅嫌我们店太小了，年轻人嘛，他自己有自己的发展嘛，就算了，我也不想再招人，招人很烦的，我没有精力管。我就能做多少算多少，我就做点熟客的，我从来不宣传，就包括林书豪自己都是来了，我都没宣传过。那好像林书豪来。林书豪你还认识啊？啊，给我朋友啊，加微信啊。他每次给我很多小费，我都说你不要给我那么多小费，我说我的钱收够了。
在外面你拿钱别乱花，还教人家。他在我这里吃饭的时候很久了，我都不知道他是林书豪啊。不认识我们不要紧。对，他很过一段日子你就知道我们的威力。你们是谁了是吧？我也不知道是谁谁了。我在这里收钱，来不及服务员我就帮他收台。里面洗碗都来不及，我去洗碗。以前我也不会懂厨房的，不懂。然后切菜的来不及，我就学切菜，我手都切了很多次了。配菜、切菜、片鱼，我都他们来不及，我叫他教我，我就是这样子在里面，就是这样摸。然后后面这个年轻的师傅做的时候，他要求休息，我就不能说不开嘛。还有呢，他过年，他要来了很晚，他四川的，我来了。年年过了年来的时候，我这里是最忙的，但是他没来怎么办呢？就我上去，遇到学量我就记不住，我就拿本子问他，给我洗好炒菜的顺序。你不是做厨师的，听你说你是做厨师的了，你不信？不信。那我跟你讲吧，我就拿本子洗好啊，该怎么做一个步骤，一二三就是这样做。然后开那个火的时候啊，你都知道那个风机红冲上去，那个油一下燃起来，把我吓的，哎，一下就焦了。我自己强作镇定，哎，拿个菜碰端下去，不能那个掺水嘛。看过这些知识，懂吗？就是这样子的，吓会了。现在我就是不甘心啊，我就是心想，我不要什么都靠别人，我自己要会，我就很用心做菜。又要切，又要炒，又要洗，一个人。一腳踢，成間餐廳就一個人嘅啫，所以一定要留意我哋俾你嘅電話，提前同佢訂好曬啲菜，等佢有準備。佢啱啱入廚，即係學煮嘢，先係嗰年幾兩年。但係最難能可貴一樣嘢就係用心。啱啱我哋提及到點解每一個菜都要等一個咁長嘅時間？哦，原來因為佢連料頭，即係蒜頭啊、薑啊、葱啊都要新鮮切嘅，呢啲咪叫執著咯。就叫用心，點解會做到啲嘢咁好食？佢擺咗個心落去嘛。阿星爺應該頒翻個獎俾佢，食神，一字記之啊，心。開始我還以為他們安撫我，跟我說好吃。後面我聽多了，我又哎呀，很鼓勵我，好開心。去年的時候，我就想把這裡轉讓了。後面的時候，有人要來，我又不捨得。我們家裡人早就叫我別住了，但是我捨不得。那舍不得，我的这些客人对我很好，是真的。就包括国外像这些日本人那些啊，他们去哪里几年了都跑专门跑过来看我。你说这个人就是讲究个情，人家说我这个是个有人情的餐厅，我的确是讲感情的。我就是这样子的，我就是真心的在做个菜，我是很用心的做，不管好不好吃啊，但是我是付出真心的。